江耶，林江。其实一比较可怕的是购物吧。我光一双十一，我都知道，我已经快有不知道有没有花10000块。因为它很多买一送一加五折，女生应该都知道。对，然后淘宝还免运，只是淘宝会的比较久一点。哎，这段时间公司啊，所以光棍节还好，就是购物才可怕。只是每次遇到双十一的时候，就会很可怕，钱包大失血。好啦，真的很煎熬，我的钱包在哭泣。哎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这不流行没，那准备去煎熬啊。